这是一个杜拜人开箱的精华影片。我刚刚呢，已经在开台的时候呢，已经就是先买了50箱了。那我们就来个50开箱吧。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几斤啊。虽然说我一直都是你们所说的超幸运 so lucky 的人，但是不晓得。我们来开个箱吧。好，首先打开第一箱。好，来。一个很普通的开始，就是3蓝1白最白蓝的那一种，好不好？我就不做任何检视的动作 ，OK？ 好紧张啊！好，谢谢哦。刚刚是3蓝1白，现在是2蓝2白啊！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放音乐呢？之前我都有放音乐耶。OK， 我们开始慢慢进步，有一个紫色了，好不好？有一个紫色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。没有，也是第三箱，也不是什么好的开始，好吧？各位注意，放我的歌，压压惊，压压惊。来，让我发光发热，发光发热，也让我的箱子发光发热吧，各位，我想要金啊，希望可以。是避雷哦 ，OK， 是避雷，自己的歌。等待宽阔的胸膛，让心慌的能够依赖。拜托，至少还不错，再来一箱。哎，现在是一个平平的一个状态。好，来看一下第六箱啊。啊，又回到一个最初的原点。来哦，放自己歌不会被消，因为版权是我的。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又回复了。再来。好烂哦！我不是很想开箱，我觉得心情不是很好。工程师做事啊，做事啊。要一边开，哎，很烂呢。我要关台了。啊，不是吧？现在第10箱了吧？不要逼我删游戏哦。已经第10箱，我才一斤，看来大家的期望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了。10箱平均一斤可以？不可以？不可以啊！好，是浅浅，我可以，浅我可以，因为毕竟我可以买我想要 skin， OK 的。你在前方，我要抱走的雪梨相思啊！这机器才是正常的，不行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是慈悲。那一片漆黑，翻开那些过往，你说的每句话。3斤了。天空还是一样。哎，怎么办？会不会他就是这第二11到20这里，他就是先给我这2斤就 ending 了这样子？完了，我现在才3斤啊！怎么办？现在才3斤，这个平台。感谢，我是狂是不是？好，果然，那应该是还是有机会的啊！好，没机会说。幸福的重量，幸福的重量就拿到金了。幸福的重量，我不忘回看，今天有多少雨这么大，分不清方向。你超想要入西欧的、哦？不是吧？已经连3列都是蓝色的，很烂哎、欸。很烂呢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，工程师吃饭呢，是不是？去吃饭是去尿尿去大便，赶快回来做事哦。赶快回来做事，哎、欸，完了。那山丘是一样，太多遗憾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上到最后一箱了。我说接下来哦。
以回本 ，OK， 以回本。我想要新美塔造型啊，但是我还是希望直接刷视频最快。你们觉得工程师下班了是不是？不是大师啊，是不是？想象只是假装你的模样。哦耶！六第六金七六七六七六，看一下七六。那一片漆黑。先套一个啊。每一句话。有最扯吗？没有扯吧，还好吧，今天的运气还好吧。我们的笑脸全刻在心上。我很难受的是，我觉得，哦，我刚刚讲完没讲？我觉得难受的是，我想要炸弹鼠的 skin， 可是他周年却没有 skin 啊。没有多少。重复没关系，重复有钱可以领嘛，是不是？注意啊，倒数十一箱啦。哇，我 so lucky， 我真的是一个，我真的。你看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是就是 Overwatch 有对待老玩家很大的优惠，就是我每一次开箱都是非常狂的开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谢谢老玩家吧。我想这样太危险，中文你是找死，是想就 ban 你啊。能平好，大厦也全刻在心上啊。好像都是紫色的多了。再多遗憾，哎，会不会剩下最后十箱不给金啊？第六箱了，倒数第六箱。哇，怎么又恢复白蓝了呢？第五箱啊。不是吧，不要给我这么多蓝色跟白色啦，好歹也是紫色啦，好不好？再给个一斤嘛。最后一箱哦。好，最后是八斤收尾。八斤好好开头不如再刻。哇，这种怂恿的方式其实蛮新潮的啊。嗯，欸，我还有多一箱，可是不是那个的。我把这个开一开好，开完了。这个是我升级的最后有两箱没开啊，刚本来要一箱，然后另外一箱没开，不小心开到一个金傻眼。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 Overwatch 开箱都开得很夸张啊。最好是精华，我刚刚忘记录下来了，你们有谁可以帮我抓一下精华啊？八七最近都在帮我剪精华，八七交给你了。剪阿姨，我是啊。的倒霉可不可以更多，谢谢你。张文，你为什么不把钱留下来自己用自己开，你给我开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我先把荧幕关掉，因为我要买箱子的话呢，买箱子的话呢，需要各支。啊，好紧张啊！怎么办？感谢中文的抖内1300，让我又可以再开第51箱到第100箱喽。刚刚是八斤13只，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呢？嗨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没有点击游戏画面。OK， 好嘞，今天蛮想要买东西啊。OK， 好紧张哦。好，开始。好紧张啊！放60万，谢谢你。我现在要放很精彩，你看看我自己走一个，一次给2金，可以这样子吗？
一次给两斤哎，这个箱子太猛了吧！这个箱子太猛了，可以一次开两斤哦，很扯哎，好开心啊，好猛啊！这样子前面十箱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开心了，还有两箱啊，不可能在前十箱都有三星了吧？不可能有三星吧？果然是不可能啊！我们的应该不会这一箱看不到那个我的新美卡了吧？我想要新美卡啦！暴雪做事哈，做事，一直跟暴雪喊话。OK， 现在开始走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路线。就是白色跟蓝色的那一种，太可恶了吧！我才这样骂说，接下来这都没有金色是怎样啊？有金了，有金了，有金了，有金了 ，OK， 来倒数第二、第两箱。好。镀金女神，谢谢哦！还不离开这个称号，果然是还是可以挡得住的。哇！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白冰冰，不是冰冰姐，徐徐安。运气好到爆炸，没有了，就是你们帮我加持而已啊。开箱度量衡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可以不要讲这种话吗？怎么可能四箱都四斤？怎么可能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看了，现在剩几箱？十七箱了。是又是原四啊！我又重复了角色了。现在。那一片漆黑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哦，五八斤了，真的假的？五八斤了。我们的笑脸镌刻在心上，唱到的那扇窗，天空还是一样。再多一刻，幸福我会看，世界有多傻。分不清方向。耶，新朋友，新朋友订阅九斤了，我运气超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啊，你们都不玩，好啊，你们不可以看我开箱，运气很好，有没有这样子哦？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啊？什么这样公平吗？我也是你们在你们大家的面前买了五十箱，然后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情况下面，然后开。你们 Peter 现在要刷 Skype 跟我说再见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吧？没有这样子的哈，这样子好不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要这么难相处可不可以？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难相处？奇怪、欸，什么叫你们玩的不同一个游戏？不是啦。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看我现在都没有重金的了啦。什么负面工伤？就是最棒的工伤，好不好？代表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很幸运，一定开五十箱可
以这样子酒精以上可以吗？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这样子嫉妒我你们让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一直中，我一直开金的出来十金了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这是第十一金了。Sorry， 我们这么，我不知道，我运气真的很好。最难相处的你们，不用点点点吧？干嘛啦？你们不要这样，五项绝对不可能有金的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们可以抚平一下，放荡一下自己的情绪吗？可以吗？感谢 Andy 十七的。干嘛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可以抚平情绪了，最后一箱了，最后一箱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十斤十斤，不要闹三根，不用三根，什么叫自筹为力吗？你们等一下不要把情绪发泄在等一下跟我玩汪汪曲，我会生气气哦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po粉丝团，然后炫耀我开成这样子的。这个代表说，暴雪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公司，因为他更不知道我买的箱子，这都是随机的，好不好？这是随机的，所以代表说你每一颗，你跟我一样，当你买下那五十箱开箱的时候，你可能跟我一样会开到十一斤，好吗？好吗？你乖，你们乖。在这边感谢暴雪，我真的很支持你们的游戏，你们真的很棒。而且重点是哦，你们记得吗？我刚刚随手开了我升级的那一箱，我还有一斤哎，随便开了一斤，真是运气好到爆啊！对，没有错，以后你们开箱就是要放《幸福的重量》这首歌，就会很幸福。就会幸福到你们不要不要的，你们不要不要的好不好？好啦，你们下次就跟我一样，你们要开箱的时候就抱着鳕鱼香丝，穿着蓝色背心、红色的裤子，然后放着幸福的重量，这样子你们可能就可以开非常好的箱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在天边的肩膀，嗯哼。